扬声大师八八级信息。一、中国士兵在欧洲。通灵雅恩卡斯尔星号一个预言。在梦境中，我看到欧盟向中国寻求军事帮助。我在欧洲看到中国士兵。我醒来很困扰，感觉自己收到了一个预言。关于这个梦境的信息，巴巴吉说，在这个时间线的混乱中，有一切可能的思考和想象的。你所看到的是一种可能性，雅恩。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巴巴吉说，对于所有即将转移到更高振动时间平面并被提升的人类来说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对于所有想要留在这个现实中的人来说，这种情况是真实的，因为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意开放到一个更精细微妙的振动地球，敞开心扉。雅恩，为什么我会梦到这个？或者这是一个预言吗？巴巴吉说，你是为了人民而被预言的，这样那些处于临界点的人会被惊醒。雅恩，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会听到这个消息吗？巴巴吉说，那些出于习惯而不能放弃旧的东西，但暗地里却渴望一个更美好更充满希望的世界的人，他们是有意义的。向这些人展示了对未来的不同前景以及不同的看法，因此以便他们可以选择。我真的想要这样吗？我真的希望中国士兵统治我们的街道吗？我真的希望中国士兵在我们的街道上发号施令吗？那些需要他悔改和决策的人会阅读此信息。你不知道有多少你永远不会相信的人现在正密切关注着这次谈话。神性被灌输给人，直到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，保持无所畏惧的精神，没有恐惧。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帮助将被给予你。对于心地善良和纯洁的人来说，奇迹是地球上真正的新常态。我永远爱你们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扬声大师八八级信息。二、团结并组建社区。通灵雅恩卡斯尔星号自由权力和力量。亲爱的人们，团结起来，形成自给自足的社区，并从中产生动力和力量。重新获得自由的生活，意味着产生动力和力量，勇敢地为自己的幸福挺身而出。社会的分裂和人的分离是一切扭曲的根源，是所有失调的原因。在这个时代，人的团结是成功和战胜黑暗的关键。一切有生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，让消逝的东西不再存在，消逝的东西可以被丢弃。所以，振作起来，相信。相信你自己的动力和力量，因为这是现在所需要的，并且爱上帝。荣耀上帝，因为一切都是通过上帝而你在他的直接保护之下。只要你的努力是奉献给上帝，你所有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。只要你一生与神携手同行，你就不会有任何伤害发生在你身上。这个时间只能由神来掌握，因此让你们自己受到启发和指导，走上正确的道路。让上帝在你的心中，这样你的手的工作就会得到祝福。来吧，鼓起勇气，热爱生活，因为伟大的变革正在到来，巨大的变化正在进行中。
它不会给你带来毁灭，而是为所有生命的利益而设计的。星号来自神、上帝的启示、灵感。每项努力的成功都取决于你从上帝那里获得的灵感，以及你通过与上帝的活生生关系所产生的能力和力量。这个时代正在结束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没有什么能保持原样。在最激烈、最大的冲突中，当一些人似乎赢得了一切，而另一些人似乎失去了一切的时候，那么真理的时刻就到来了。在上帝恩典的时刻，帷幕、面纱、落下、分离被揭开。通过上帝之光，你会看到自己，并承认人类是一体的，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。这种复活是对人类的预言，并且正在以上帝的精确和爱来实现了。人作为一个神圣的存在，通过他的灵魂签名独一无二，庆祝复活。一切都变得活泼、快乐、平和和神圣，人类正在崛起，并找到了回归自身和回归上帝身边的道路。这条道路是用勇气、能量、精力和毅力铺成的，它是带着奉献精神走的，在上帝的帮助下，这条道路是掌握的。巴巴吉大师的祝福，巴巴吉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